次更加的好，他主投两局只用17球，就让对手六上六下，其中有4名打者是滚地球出局，看得出来王建民已经渐渐恢复了过去的身手。林北投手王建民随着国民到勇士指导联盟出赛，先发登板。一局下半，王建民用了9球，让前两名打者滚地球出局，第三位打者也只是捕手后方的小飞球接杀，展现以往他在大联盟的精湛球技。二局下再登板，这次他用了8颗球解决3人，同样有2人是滚地球出局。我现在那个感觉就比上次更好了，所以球速也稍微出来一点。今年的感觉就是复健就是真的很长了，很漫长，所以能到今天能丢上场比赛就蛮值得。总计王建民投了17球，以深卡球为主，滑球和变速球为辅，有10球是好球，让对手六上六下，球速最快飙到89英里，相当于143公里。和他同样受肩伤，目前在指导联盟复健中的响尾蛇赛扬强投位，上个星期二度出赛，却是头2局被敲3支安打丢2分，球速只有81到85英里，和王建民差了一截。如果有合约，我当然是愿意留下来这里。对啊，因为觉得这边的人温柔啊。Overall, we're all smiling. Our main goal was to let him throw an inning, at least one inning here in Strutport. And so he threw two games, 3 innings, pain-free. Hopefully, we'll throw it tomorrow pain-free, and that'd be it to get a rest and strengthen, ready for next year. 如果不是王建民在出赛前，牛棚猎头已经投了40球，王建民最快球速突破90英里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经过一整年下来辛苦复健的王建民，总算有了好成果，这也远远超过国民的期望。所以球团打算让他好好休息，不必再打冬季联盟。希望明年春训开始，王建民回到大联盟打满一整季。而王建民将在这2天回纽约休息一阵子之后，11月回到台湾和家人球迷见面。《明日新闻》连玉敏，美国佛罗里达采访报道。